捉鬼敢死队，巧遇玛丽皇后白衣女。英国皇家邮轮玛丽皇后号退役近半世纪，而家变成酒店，泊喺美国加州，一直都传船上好猛噶。原来呢幅相系一个捉鬼专家上船嘅时候唔觉意影到，佢好肯定咁话，影相嗰时周围系冇人噶。传闻呢一个白衣女已经大闹船舱半个世纪，好多船员都话见过佢喺头等舱度跳舞。1937年首航的玛丽皇后号金猛，原来曾经有人在船上死于非命，包括一个在更衣室被谋杀的女人。不知道这个白衣女是不是就是她呢？